哎，问一下你们，就是姐姐第二季成团夜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有7位是不是？对，我们来猜。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？好，那英姐、那英姐、周笔畅、周笔畅、祖儿姐姐、祖儿祖姐儿，姐，杨丞琳姐姐，杨丞琳姐姐，还有几个？还有3个。柏芝姐一直人气很高，可是算我不一知吧，道她。柏芝姐，柏芝姐，以我们的经验来看，人气高还是很重要的。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。极客，哎，她可以的呀。极客，极客，王鸥，王鸥姐姐，哎，对，王鸥。陈梓童呢？也还不错。哦，有好多哦，都有。